大家好，我是伊丽静。你们都说我的人设是没礼貌，我不过是问了一些大家都想问的问题，问完也没人回答我，这到底是谁没礼貌呢？我是一个深度人物访谈记者，深度访谈的目的就是呈现人的复杂性。很多人说我是人设卸妆油，其实我从来没有拆过别人的人设，只是有些人设根本立不住，我随便抛出一个问题他就塌房了。没想到我第一个问题就成了压垮他人设的最后一个问题。这到底是问题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？这其实是一个让人笑不出来的好问题。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艺人总爱立一些容易塌的人设呢？比如爱读书的马思纯，有文化的五条人，讨人厌的张绍刚。这是人设？哦，不对，我觉得张老师这个人设挺稳的。我分析了一下，现在的艺人人设大致分两种，一种是完美人设，没有缺点，没有不良嗜好，也没有作品。还有一种是比完美人设更完美的人设，叫超人人设。比如光吃不胖的代谢超人，十几天不睡觉的精神超人，不谈恋爱却炒很多 CP 的百搭超人。你们这样赤裸裸的追求名利合适吗？都不学学超人遮一下吗？在我看来，所谓人设就是方便艺人推广自己，也方便粉丝追星。这其实是一种偷懒行为。比如现在流行的一种人设，人间清醒，什么都想通了，什么都看透了，在节目里清醒得疯疯癫癫的，下了节目钱数得明明白白的。大张伟，我不是说你啊。对，我没中，我没中多少钱。我说的是那个爱喝酒的人间清醒。对，是我是我是我。人是复杂的，多维度的，不能用一个简单的人设去概括。我们应该接受人的复杂性，让所有人都有勇气去展露自己丰富的样子。其实我也有温柔、讲礼貌的一面。谢谢大家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